各位小精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 N 阿金啊，今天又来到我们传说中的僵尸模组，没有错。那么今天我们要去找回这个蓝 buff 跟红 buff。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请先帮我按下喜欢，喜欢就帮我按到7777个喜欢好了。那还没订阅我的观众朋友呢，也可以帮我按下订阅按钮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觉得阿金不错的人呢，想要赞助他的人呢，也可以按下加入的按钮，这样我就会把你的名字秀在影片的最后面。那我们就正片开始。哎，我的车嘞？啊，我没有车，我是要怎么离开这个地方啊？糟糕，这个地方没有丧尸，也没有车，这等于是一个完全的安全区域耶。好，我们赶快想办法找到一台载具啊！我们已经离开港口了，这边还是没有任何的车子吗？就算是冒烟的也好啊，太神奇了！这边竟然没有受到丧尸的攻击，但这也就意味着我这边找不到半台车啊！因为通常有那一些坏掉的车子的地方，都是有丧尸的地方啊。那边有车，我看到一台了，在对面里面这边，我要怎么过去？这个缝可以过去吗？可以。哎呦，所以这边就有丧尸了，是不是？那边是完全没丧尸，赶快上车！哦，吓死我！哎，动不了啊！不是吧？动不了，尴尬！一下车马上揍他！快！救我！哎呦，你还在弄我啊！哎，他一拳就死哦！怎么可能？等下，我还是准备好我的这个外星人枪啊！冲啊！来一台可以开的车，好不好？那台车竟然动不了，之前不是那种车都还可以滑行吗？现在连滑行都没办法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牛魔王太重，所以之前那种冒烟的车子还可以开，可是因为载牛魔王就不行。这边，冒烟的，这一台，也是冒烟的。我身上到底有没有修车包啊？我必须要有修车包才可以使用。我身上就没修车包这个东西啊！我等，哇，后面突然追着两只，要吓死谁？哎，这台好像可以哦，拜托动起来！也不行。哦呦！哇，他直接把我扑倒！快！危险！哎呦，先爬上去哦！哦，整群的啊！快，打他们！牛魔王，踹他！哦呦，他揍他这一拳有远呐！我这边看着，哦呦，哎，他竟然没死哎！我以为他可以把他打死啊！好，我们继续往这边走，一定要有车子啊！等一下下水道是不是安全的？哎，这不是下水道啊，这个是河口。我以为可以到下水道那边的，往这边走好了。这附近看起来应该也没有停车场吧？只有停车场面会有良好的车子啊！等下为什么这边会有一个这么性感的广告？哇，后面的不要再追了！我现在没有载具啊！走开！不要一直追逐啊！等下我有点快跑不动了，先躲到那个屋子里面，这边有个铁卷门。
我觉得这铁卷门可以。可能会不会开铁卷门的时候被咬？开门，开门！哎呦，吼吼！是不是？先一个一个处理啊，处理掉。来，你再来，你们再过来，这边你们是不是就不能过来啦？目前暂时安全了。OK， 这里面是安全的吗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他门是可以打开的。哎，不是吧？哇！这里面不安全啊，这门要把它锁起来才行啊。好，你们不要进来啊，你们不要进来啊。你出去啦，你也走开啊，你也是，你也一样。这里面看起来是没有丧尸的哎、欸。如果这一边这个门把它封起来的话，其实是还蛮安全的。我去探险一下，走这边，走这边，走这边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走这个楼梯上去不就安全了？丧尸不会爬楼梯啊，只要有了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安全。哦，哎，这个地方我没来过哎，这地方是干嘛的啊？这是什么工厂啊？然后这边有一个露台、欸，哎，然后这个不错哦，这个地方，天然的屏障啊。这个地方丧尸是进不来的、啊，因为他一定要走过那个爬楼梯才可以进来到这个区域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哇，他死了吗？谁可以告诉我牛魔王刚才在做什么事情？啊！不要这样想不开啊！那我还要下去带路哎、欸。他现在不知道怎么上来啊。好，来来，上来，走这边，走这边。好，走这边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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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欸、这地方安全的哎、欸，还蛮棒的。然后他这边还可以再上去哎、欸，我们再上去看看好了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有另外一个阳台，更大的阳台。哦，这个地方真的很不错哎，可惜围墙我觉得是有点太高啦。哎呦，这不能掉下去哦，掉下去直接 GG 啊，还算不错啦这个地方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在这边过夜一下好了，这边有个楼梯可以下去。也就是另外一个出入口哎、欸。好啦，我们终于等到白天了，那我们现在要下去，哎、欸，要怎么下去啊？忘记入口在哪里，好像是要爬下去，对不对？爬上这一个屋顶，怎么会有人把这个楼梯设定在这个屋顶上面啊？好吧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然后再往这边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是不是下错了、啊？下错地方了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这边的啦。要往另外一边走啊，往那边走才对。楼梯口是在这一个，这么多。哎，哇哟，哇哟，哇塞，哇摔到啊！然后再來是要怎么下去？哦，走这间屋子啊。等一下，我们牛魔王会走后，我先下去再等他好了啦。往这边走，再往这边走。然后楼下有丧尸在等我吗？没有。好，我们门有关好，丧尸就不会冲进来啊。好，然后再下去，丧尸全部都在外面。这边真的是可以当基地耶，超级安全。而且这个广场这么大，他都不会生怪哦。我去后面，哎、欸，等等等，他要跑进来了。那个门只要围起来，他们就不会跑进来了。
那这边我看也，哇塞，这边手手围这么多只，哎、欸，这是工厂里面的、啊，那我错了，这个地方没办法当基地啊，因为这里面广场太大了，所以它会生那个丧尸啊。奇怪，我杀了这么多只丧尸，为什么他们还是一直这么多只啊？永远不会减少的感觉呢。走了，走，我们想办法先跑回都市里面去啊。这边真的是有点太偏僻了，而且附近没有停车场，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只能走路而已啊。那边有个手机的广告，这一台是好的吗？你想干嘛？这一台感觉算很严重，我们往市区里面走吧。好了，我们来到比较市区的地方啦。哇，这边一台车都没有啊。我们往那个停车场那边走好了，停车场那边通常比较多一点点啊。那我现在手边有一个情报、啊，他是说蓝 buff 跟红 buff 他是在这个飞碟的附近啊。但是洛圣都的飞碟这么多，我怎么知道是在哪一个飞碟啊？我是知道都市里面有一个飞碟啦，在某一栋大楼的楼顶，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印象？是在那个夜店附近的有一栋大楼。哦，我这边找一台帅一点的、啊，有没有帅一点的车啊？怎么都是这种小布布，要么就是这种很旧的车啊？也来一台帅气的嘛。好啦，开这个小布布，小布布也是台车啊。但是停车场怎么那么好，停这么多车？有问题哦。平常停车场有停那么多车吗？哎、欸，这边有比较帅的哎、欸，帅的停在里面啊。还有三个颜色我可以选哎、欸，我要红色的、哦，这台。这台红的感觉蛮帅的哦，有一点点珠光的颜色，它是橘色珠光啊。哎呦，什么时候这边多了一台这个？躲开。牛魔王，你的脚不觉得有点太高了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先往那个夜店那边出发哦。夜店是在。往这个方向没错吧？再往上飞哦，再飞，哎、欸，速度不够，飞不起来。快到！我记得夜店就是在前面那个地方。到了吗？哎，这一台车其实应该是可以开的哦，虽然它停在路边，但是它是可以开的车吧？看一下，每次这边都会停一台这个巴士，哎、欸，这后面可以载很多人呢、欸。哎、欸，牛魔王，你要不要试着坐后面啊？来，你坐后座啦，然后再这样上车，看他会不会上后座。哎呦，哎、欸，真的会上后座哎、欸，哇塞，哎、欸，这一台在组传说对决的时候载五个人没问题啊，就不用一个人在下面跑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记得飞碟是在这附近吧，前面这个地方我没看到啊。啊，这个啦，飞碟，然后那个勒，没有看到蓝宝跟红宝啊，难道不是在这个飞碟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怎么会有双面丧尸？我看到一只双面丧尸啊！等下我这台车超慢，先跑！我嘞，被他拖下车了。这台车上坡没有力啊！牛魔王帮我打他！我呼呼！牛魔王把他打超远的啊！等下我先爬上去，牛魔王帮我欺负他。好、哦、加载我牛魔王啊，双面丧尸欸，该不会一拳就把他打死了吧？欸，双面丧尸怎么不见了？好，趁现在赶快上车，上车，牛魔王赶快过来。哇、哦、牛魔王那么强哦，他一拳就直接把这个双面丧尸给揍飞欸。
不见了哎、欸，他不知道把他抓到哪里去哦。我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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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要再弄我了，我的牛魔王会生气啊。哎、欸，你想干嘛？我操，他在后面追啊！全速前进！我怎么记得这条路还有其他的飞碟啊？还是没有？还是就刚才那一个而已？知道洛圣都哪里还有飞碟的，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啊。他应该不会是在那个海底的吧？蓝宝跟红宝又不会游泳，那他们两个会是在哪里的飞碟？不是飞碟，不然是指的是什么啊？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最后呢，我们要感谢这些加入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，让阿金变得更好。就这样。